UFO。 这是中秋之夜，居然出现在贵州黔南的阿福村，距离中国天眼只有15公里。哦，就是那个外星人。我还是你爹哟！我给你介绍一下。 这两位是央视的小青和钟老师。央视啊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去问安芳。黄老师，我们是在您和秀兰木土的，来调查你们村里边 UFO 事。有安芳？中秋节那晚，你为什么没有去看电影？村长说电影不好看。我没说电影不好看啊。 我说的是电影里的演员不好看，还真有外星人啊！这他妈的，你能不能站得住啊？安全第一！这个太安全了吧！